大家好，接下来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如何用这个 APP 控制我们的机械手掌。这里我们先说明一下，我们这个机械手掌呢，既可用手机控制，也可以用这个平板控制的。但是在平板上呢，因为这平板的界面是比较大的，所以说我们控制起来呢，这个使用效果是比较好的。所以我们这次先用这个平板来展示，希望大家可以体验。好，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平板。这就是我们的 APP， 我们点进去，这就是我们 APP 的主界面。好，我们先退出。这 APP 我们使用之前呢，先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设置。好，我们点这个设置，点更多设置。在更多设置里面呢，再找到一个无障碍，这个无障碍点进去。在无障碍里面呢，找到这个放大手势，把放大手势打开，就是打开，点一下，这是关闭。我们打开，我们用这个 APP 需要打开这个放大手势。你要回到我们的主界面，我们打开我们的 APP， 这是 APP 的主界面。好，我们首先看左上角有个红色的蓝牙标志。红色呢，就说明我们这个蓝牙并没有连接上。我们点开，可以看到在搜索蓝牙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个开关打开。好，看到这个 SC-6 有连接，可以看到这个蓝牙标志变成蓝色，就连接成功了。好，我们可以试一下，已经连接成功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左边，左边有个红色的标志，这个红色的按钮，我们点一下。这个红色按钮呢是急停按钮，也就是你按一下，它会执行一个急停动作。这动作呢是我们的控制板里面的零号动作。如果你这控制板没有下动作，也就是说你按这个点这个红色按钮是没有起作用的。只要你这个控制板零号动作组里面有动作，你点这个按钮呢，它才会起到作用。这个红色按钮呢，我们这里呢称作为这个急停按钮。所以说我们给大家的标准动作组里面呢，这零号动作组呢，也就是回到中位，回到1500的时候的这个标志，好，就这样子，类似这样子。所以说我们也是建议大家，你们下零号动作的时候呢，就下我们标准动作的零号动作组，也就是这种回到中位的这种动作。这个作用呢，就是比如我们运行一些动作的时候，这个机械手掌它运行一些表演一些动作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想让它及时停下来，你点一下急行停止按钮，然后它就立即停止了，以免发生一些什么意外啊什么的。这是急停按钮。我们看右边我们有三种模式。好，我们讲模式之前先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我们现在的目前的 APP 呢是针对这个右手掌做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这个手掌是右手掌，我是针对这个右手掌做的，目前是针对右手掌。比如我们现在这个是手掌朝上的模式，是这样子，我们可以试一试，拉动一下，好，你看到，就是我们操作的时候呢，尽量把五个手指放进去，好，可以看见。当这个指甲变成蓝色的时候呢，这是可以拉动的。如果它没有变成蓝色，就是不能拉动的。好，我先放进去。好，这样子可以拉动，实现五个手指的灵动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模式。好，点一下，是手掌朝上的模式。手掌朝上，也是一样。往下拉就是弯曲，往上就是伸直。这个手背朝上也是一样，灵动。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手背朝上，往下拉弯曲，往上拉伸直。
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模式，这种出案模式，这种模式是比较好玩的。我们按下去的时候呢，手指是弯曲的，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，按下去弯曲，按下去弯曲，弹开就伸直。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按键呢，我们可以实现弹钢琴的这种表演，你看，就这样子是不是很好玩？这就是这个按键模式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设置啊，第一个是光仪，这是我们的 APP 的版本。第二个呢是切换语言，第三个呢是舵机速度的设置，我们点开。这个舵机速度的设置呢，就是我们这些模式里面点一下运行这个动作，运行使用用到的这个时间。比如我们现在是200毫秒，现在我们改成1000毫秒，你确定？我们可以试一下，点一下，是不是发现很慢了？点下去，它很慢且弯曲，弹起来也是很慢。我们看一下手掌，这边也是受到控制影响了，已经把它调慢了，动作很慢。很慢。现在呢，我们点一下设置，把这时间设置呢，把设为正常的200毫秒。大家呢，如果根据自己的项目需求啊，或者自己的个人需求啊，可以设置相应的舵机速度。好，最后一个是起效，也就是退出。还有一个自定义，这自定义动作呢，就是如果你这个控制板里面已经下好了动作，你就可以在这里添加动作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控制板呢是已经下好了我们的标准动作里面了，但是大家如果直接拿到一个这个控制机械手，直接只是装起来之后呢，这个控制板是没有动作的，需要你们看下面的教程，教会自己怎么把这个动作下进去，才可以用这个自定义动作。现在我们是已经下好动作了，我们点添加，比如我们选一个一。一个一号动作，动作组编号也选一个一。接下来我们点一下一号，看这是一个手指，我们已经下好的标准动作一个手指。我们再添加一个动作，添加一个二号动作，加个号，这里选一个二。一个二号，是二号动作。我们看一下十号动作，十号，我们点一下，这就是我们一个这个给你一个小舞蹈。如果我们点一下10号，它进行动作的时候，我想让它立即停止呢？点一下这个，你看它立即停止了，这就是急停按钮。好，我们这自定义呢，你这些动作编号呢，我们添加一下，给大家再展示一次。比如我们这个是我想命一个20号的，20号的。但是我们接下来呢，控制板上我们没有20号动作，这时候你如果选了个20号，或者说选了个30号，你确定。我们点一下20号，我们发现这个手掌是没有任何动作的，这就是因为我们在控制板上这20号动作组里面是没有动作的。这就要明白，这些动作你不是说随便选哪个动作就是哪个动作，就是你这控制板必须下好动作才可以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对手机 APP 的详细介绍。好，本节课就到此结束。谢谢大家。